请皇太后安，愿皇太后令得长寿，万福齐齐。谁能有这么大的面子，就连73岁的张小燕见到他都内心如此大礼啊。1月5号这一天，哈林与陈庆在五星级饭店为他的妈妈张振芬庆祝90岁寿宴。当天中午12点左右，寿星哈妈一抵达饭店门口，一声吆喝，媳妇张嘉欣还有孙女陆续现身，张小燕也是小跑步上前，有如古代后宫嫔妃见过老佛爷一般之后啊，从包里掏出一个超大红包，结果哈妈的包包太小，一行人七手八脚，最后小燕姐还是把红包塞进哈林的后背包。而座上宾除了小燕姐，当然还有柯震东的爸妈、古学亮等演艺圈人士，尤其蔡智平还发稿大赞哈妈冻龄有数，照片在网上疯传，随即变成各家新闻的即时啊。这场寿宴持续吃到下午4点左右，张嘉欣先把小孩一车送走，再匆匆折返回去护送婆婆下楼。不过之前跟哈林姐姐同住的妈妈，现在怎却又跟着哈林回到信义区的豪宅呢？本探侧面打听，多年来一直跟哈林同住的哈妈曾搬去跟哈林姐姐住，而且住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直到3个月前哈妈才又搬回去跟哈林同住。至于为何让老人家搬来搬去，根据身边亲友透露，原本哈林一家四口加上哈妈、张振芬、小哈林同住在信义区的豪宅，但当时为了避免婆媳问题，分住在楼上楼下。这个决定好一阵子让婆媳问题相安无事，直到小哈利准备到海外求学，加上想在中国大陆发展演艺事业，状况又变成妈妈一个人独居。刚好这个时候，哈林的姐姐两个女儿要出国读书，提案可以让妈妈搬到哈姐家住一阵子。据了解，哈妈跟女儿女婿住的也是蛮习惯的，有外出需求，哈林的姐姐也是全程陪伴。不过去年10月，哈林的姐姐姐夫又到美国探望女儿，哈妈才又暂别女儿女婿，再度搬回跟哈林同住。母子与媳妇难得在同住一个屋檐下，重温浓浓的天伦氛围。